我想要坐那个船，我们一起去坐好不好？哇，那艘船好稳，好舒服哦。最重要的是跟你一起遇见了这一切。遇见神舟，我好像发烧了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来照顾我。请你多多指教。未来的七天，我相信会是很美好的一个星期。遇见神舟，baby，进去前我想要先去上个洗手间，帮我拿一下好吗？哎，不错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，我带小朋友上厕所，不要误会。你车很屌。哎，你帮我跟他喝水吗？他出去了。还有那个他的那个。遇见小周周，到底是什么工商这么厉害？没有错，遇见神舟，充满恋爱、自由、交友、高端武侠元素，有情缘、有情义的掌上江湖，现在就加入